迎回来新闻最前线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的是一连串台湾的环境安全。首先是辐射的问题，屏东呢在今天举行一场核安演习，那么发给居民一种能够减少辐射伤害的扁片，不过呢在现场却跑来了台北金山共寮和一核二厂附近的居民，也跑到南部屏东去抢着要，他们说政府有承诺会发给每一户这些扁片，不过到现在都没有。于是呢他们为了能够得到这些保命的碘片，不惜千里南下用抢的。中央上方都不会处理嘛，对，只会照本宣科，对，照表操课。这几个人都穿着白 T 恤，上面都写着同样的红字，他们都是台北金山共寮核电厂附近的居民，迢迢千里到屏东，这里正在举行核安演习。其中有一个项目是发碘片给民众，他们挤到人群中要抢碘片。他们硬是从工作人员的包包里拿走了想要的东西。碘片是什么？这个小罐子里装了很多，学名叫碘化钾，用在辐射外泄时保护身体、降低呼吸道受伤的一种药物。金山共寮来的居民说，因为总统曾经承诺会发放给每一户碘片，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。他们得知屏东核安演习会给，想保命干脆跑来这里用抢的，抢个几罐回去。 TVBS 新闻叶凤达屏东报道。